TVB 一年一度的选美盛事2023香港小姐竞选已经正式开始接受报名了。各位靓女今年有没有准备参赛呢？昨日 TVB 在电视城举行的全球招募记者会，高层乐小姐亲自带领一众历届港姐主持启动仪式。据知今年大会以 Hello Miss Hong Kong 为招募主题，报名时间由5月8号起至6月5号截止。至于参赛的年龄条件亦都同往年一样，年满17岁至27岁合资格的女士都可以报名参加。约份出席活动的应届港姐冠军林玉慧，她在受访嗰阵一度感叹时间过得好快啊！对于自己即将卸任，林玉慧坦言非常不舍得。讲到同届季军得主梁超仪已经率先获捧拍剧，相反佢就仲未有演出机会。林玉慧表示等梁超仪开心，佢话每次做访问都会表露自己想拍戏的心声，相信公司仲有一日会俾机会佢。至于会唔会拍亲热戏，佢就尴尬咁话，可能自己唔太识，需要旁人指导。好啦，各位 lady， 又一年了噃，如果你都有选美梦，记得要趁早追啊！致上满先祝福每一位报名嘅朋友，希望各位都顺利入选，加油啊！